美国新总统拜登提名的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二参加美国国会认证听证会时对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表示，我将使用我所掌控的全部工具箱，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人和网络免受中国的干扰或任何形式的后门影响。他还承诺将采取非常积极的行动来应对来自中共的贸易违规行为。We need to invest i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 a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take aggressive trade enforcement actions to combat unfair trade practices from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that undercut American manufacturing. 不过，当被问及拜登政府是否会延续川普的政策，将华为保留在黑名单上时，雷蒙多表示，如果得到提名确认，他将审议政策，与国会、与产业界和盟友协商，并就什么是对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最有利的做法做出评估。不过，他没有给出处理华为和钢铁、铝关税的具体做法。国会在去年12月批准了19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更换美国网络中的中兴和华为设备。如果获得确认，雷蒙多还将接手川普政府禁止中国的 TikTok 或微信等 App 软件应用案。此前，美国三名法官阻止了川普政府针对这两款应用软件发布的一项禁令。目前，这两个案子还在美国巡回法庭等待进一步审理。雷蒙多是现任罗德岛州州长，被认为是民主党温和派，曾是一名风险投资家。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